往出走，滚滚出去，走。有本事你们再说一遍。怎么了这是？我姐说让你滚蛋，你没听见吗？行，这可是你们说的，我要是离开这个家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这里是我哥的房子，是我家，你爱回来不回来赶紧滚。儿媳妇，他们说的对，这是他们的房子，他们的家，我们走。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她一个远嫁过来的能去哪儿呀？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咱妈陪着呢吗？饿了。姐，要不你去做饭吧，我都饿了。那我也饿了呀。妈，嫂子，你们去哪儿了呀？怎么才回来呀？赶快做饭吧，我都饿死了。饿了不会自己做饭呀？哪天要是我们不在家，你们还不吃饭了呢？嫂子，你赶快去给我们做饭吧，我们都饿死了。妈，你们今天去哪儿去了呀？这打电话也不接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呀？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嫂子买房子去了。现在你嫂子有她自己的房，自己的家了。啊，妈，你怎么给她买房子啊？对呀，你嫂子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赶出去了。妈，你这也太草率了吧。就是。妈，你看他整天邋里邋遢的，要不是咱们家呀，他现在还在农村里种地呢，你至于给他买套房吗？闭嘴吧你。他是邋遢吗？他是没时间收拾自己。你们两个下了班，一个好吃懒做，一个没事找事儿。我儿媳妇下了班买菜做饭接孩子，等你们吃饱喝足了，她还得收拾房间辅导孩子学习，一天到晚她最累，你们两个吃闲饭的，你们还嫌弃她？她不就干了点活吗？这些不都是她应该做的吗？就因为这点小事儿，你就给她买了套房子，她配吗？还不如给我留着当嫁妆。给你当嫁妆你配吗？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那么多应该？难道我儿媳妇就应该一边貌美如花，一边挣钱养家，一边怀中抱娃？她又不是哪吒，三头六臂啥都能干。来，儿媳妇，你先把房本收好，别说一套房了，在世界上任何东西，我儿媳妇都是高配、绝配、顶配。谢谢妈。